你是我儿子的媳妇儿，我孙女儿的妈，你背着我儿子，你跟别人去开房？跟我开房的人就是你的宝贝儿子朱静草，我的合法老公。夫妻之间不信任到这种程度，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我也对他没什么意思。如果我们的世界只有我们，那该多好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